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 OK 项目，游戏是《仙境传说：守护永恒爱》手机版。那我们中这次玩的手机版本的 RO 呢的方式，比较偏向就是懒得验功的方式啦，因为它可以挂机，而且是正大光明的挂机。因为毕竟是手机版本的，它也不会做得像电脑的线上游戏一样，一直练功，一直练功，而且还是不合法的外挂。但是这次手机版本的呢，是可以正当的外挂，因为它里面就内建的外挂功能。OK， 那大师这次要玩的是从初心者到剑士阶段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能不能转职啊。冒险手册啊，这不重要。给转职没了，我想转职。时刻保持探索之心，但是不要莽撞。OK。在冒险中，要学会应对各种不同情况。好，我这次想转剑士啊。选择剑士之后，再也无法再选择其他职业。好，不用考虑了，就剑士。你宣誓你的剑为人民而挥舞，你宣誓你的剑为挚爱而守护。很好，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心。接下来是实战考试，准备好了来找我吧。准备好了。意志和配件一样。OK， 跟魔化的怪物战斗。好，那手机版本的 RO 呢？右下角有一个自动跟你的技能，然后跟你的物品栏三个。然后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之后转职会不会增加。那我们快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喝个水。重击。之前初心者有重击这个招式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啊，很烂哦。然后大师是用电脑的模拟器玩的，比较不吃手机效能啊。哇，好大只的白鼠。因为大师的手机那个最近比较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暂时都不想用手机玩游戏。拉杆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以前的转职是要排队等人家解完转职任务才能转职，换你去转职很麻烦。哦，好了，去转职仪式吧。哦，强，欢迎加入我们。帅，我宣布正式授予地狱大使剑士的称号。噔噔噔，地狱大师，你已经成为一名剑士，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哦，自己走。哇，成为剑士啊，哈哈哈。然后我还不知道表情符号的快捷键就是要放怎么用，是放在右下角吗？还不太确定。以前是按什么电脑是用 Ctrl 1还是 Auto 1快捷键啊，现在我已经忘记了。这个是干嘛？
王者之相。那我们先去，哎，你是否好？然后现在的手机版本就是可以点地图，直接去点你要的位置，它都是自己跑过去的，还蛮方便的。剑士双雄，剑或者剑两个洞，然后大概是在大师什么时候出的啊？国中吗？还国小，应该国小就有了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倒是国中的时候就有在玩仙境传说，只是那时候外挂真的很多啦。然后只是外挂破坏了游戏整个平衡，就有点不太像是啊我本来的样子了。技能是我们最强的力量，要成为优秀的冒险家，不光是战斗技巧，还有很多生存技能要掌握。我已经教你几个基本技能吧，等你熟练之后，我就来找我。去吧，出发去冒险吧。狂吉啊，剑术修炼啊，我们先按那个狂吉好了啊。狂吉装备，然后嘞啊，职业啊，当前职业可以转换骑士或十字军。其实我有考虑要转十字军，可是十字军我不知道好不好用。因为敏骑好像我还是比较喜欢敏骑啊，敏骑是可以暴击，可是那个暴击的那个 lucky 就是主要是幸运嘛，你幸运的点数要加成，你暴击几率才高，然后再就用卡片去撑。可是通常我记得在 LO 里面的 lucky 的那个卡片蛮贵的，很贵。但是十字军呢，就是靠你点 INT 去点高一点，其实基本上伤害就已经够了。只是在手机版本的就不确定这样的配置好不好，或者是说花不花你的金钱，适不适合平民呢？因为大师我就是个平民啊，不花钱的啊。好，时刻保持探索，去吧，出发去冒险吧。哎，然后嘞，加点，哎，要重新配啊、哦，嗯。我记得先这样，先怎么按包包格子加一，时刻保持探索之心，但是在冒险中要学会应对各种不同情况，时刻保持探索之心，在冒险中要学会应对各种不同情况。好，记忆都对了，不要问太多哈。手机版本就是快速，没有不需要去常常去点技能等级。好，可以准备一个，那我们先剑术修炼装，先一时一时点一点啊。然后我们我们刚才有拿到一把长剑，两个洞，那两个洞的卡槽我们已经自动装上去了。 OK， 乐园团短剑我不知道要不要留啦，因为有些怎么还有啊，20等 OK， 因为有些是你可能一个账号，然后拿到也是初心者的装备之后，你同一个账号的下一个初心者就是创一个新的角色，好像就没办法拿那个装备了。我记得以前RO好像有这个规定，新版的手机不确定有没有。好远哦，好，变蛮帅的啦。好啦，那这一集只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剑士转世以及手机版本的画面。那喜欢这款游戏可以去下载玩玩看，重新回味一下。那这基本上就有点像打发时间啦、啊、对。好啦，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也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